唐宋今天好像故意堵着我，哎，连炸弹也不显灵了。 同学，你的外卖。不放香菜，多加醋的哦。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。怎么会呢，小傻瓜，快吃吧。哎，确实是我扔掉的那条，毕竟。 这瓷娃娃太特别了，是手链儿，是你的吗？嗯，礼品店买的。等等，那不是？我听说粉晶招桃花，我当时只买得起它，不过他给你招来了我。 不过它的确不是一条普通的手链，这么神奇？逗你的啦！